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谁？我是赵建明老师啊。老师终于出来啦。老师出来干什么？来教投资朋友赚钱嘛。之前张国志老师有没有说过，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，不好的老师怎么样？带你进牢房啦。老师有没有说过，台开的股票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老师有没有说过，台开老师的牌子掉了没关系。老师有没有说过，台开的股票只有老师可以买进卖出，你们呢千万不